现在灵堂就剩下我们自家人了，一会儿调研的人就过来，有些话趁现在这个当口，我和你们说一下。 娘早走了，爹，他老人家今天也走了。我们几个在这个世上剩下的亲人，就只有彼此。娘走的时候，嘱咐爹。 要把我们照顾好了。爹走的时候，交代了一句：林家不能散，也不能乱。这两三天。 连城的黑白两道，街坊四邻，都会前来吊唁。兄弟不和，外人欺，在这个时候，不能让旁人看我们林家的笑话，更不能让居心叵测之人认为我们忠义堂有机可乘。 开始打歪主意。这些年，我未能守在家中，以尽孝道，原以为可以为国效忠，没想到。 却无力抗日救国，反被派往国人残杀的战场，真可谓是报国无门，尽孝无道，枉为世人。 老二、老三、田妹，还有弟妹，我们林家一定要手足同心，不能让爹的尸骨寒心呐！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们林家人做事情讲良心。 在这儿吧，我自己进去。是。中央组织部调查科。 特别行动队队长、栾队长前来吊唁。林伯伯，您老先去，去往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再受六道轮回之苦。
林伯伯去世了，我说什么都是多余。你保重身体。药品流失，他就是主。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张副官前来吊唁。张副官是药品流失案主谋的事儿，几成把握？本来都快查清，结果遇见林阳所属部队调防，耽搁了两天。此事还要抓紧。放心，队长。林阳家中丧父，你们调查的时候稳当点，别给林阳心里添堵。军部召我回去。没我，这仗就打不了了。军部点名让咱们团打这一仗。真的是忠孝难两全。说白了，军部是要故意试探我们，就看我们和共军打不打。谁让我们曾是十九军的人？团座，兄弟们都在等你发话，不如咱们……不急，人命关天，我们得为兄弟们好好想想才行。对了，你最近要注意，栾君雅好像对你起了疑心，多加小心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吧，过了今晚我就归队。是。这就是林阳那副官，没错。连城县县长韩县长前来吊唁。林爷，林爷，
您走了，忠义堂还在，我韩某还在。不管忠义堂的堂主将来是二少爷还是三少爷，您就放心，三命一定会跟忠义堂精诚合作。 进一死了，老爷子仇也报了，咱是不是该离开连城去下部？哼，你看看忠义堂的产业，再看看里边那两户，交给谁手上会长久？县长的意思是，连城是块大肥肉，咱们只吃了一口，要慢慢的吃。要想坐稳连城。 林江脾气不好，他脾气再不好，他也是你亲弟弟。我现在最担心的，就是你们兄弟。江儿，你要记住，以后这忠义堂可就是你的了。王子犯法，我们庶民无罪。 方杰，你是我林静义的儿子，我更不能袒护。知道我弟弟为什么叫你？啊，是因为你杀了张叔，你杀了张叔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你怎么不管？
家父去世，多谢诸位前来帮忙。料理丧事，我代表林家兄妹，多谢诸位。大少爷客气。诸位，请坐。今天邀请诸位前来，想让诸位再帮个忙。 为忠义堂选出一个新的接班堂主，也不枉费我爹这么多年的心血，也给底下的弟兄们一颗定心丸。诸位，商量商量。林金一下了葬，那今天的重头戏应该就是选新堂主。 通知派去的人，他们林家有任何的风吹草动，马上回来报告。是。大哥，你是家中老大，忠义堂理应由你接管。大哥。 你是老大，你当堂主，大家得服众。我的心思，早几年前就已经向爹表明过。立志军旅，马革裹尸，对忠义堂没有任何的想法。忠义堂是爹一生的心血。 你最合适，老二，你和老三的能力，足以把忠义堂打理好。少我一个，无妨。大哥，二哥说的对，你是我们家中的老大，你应该来当堂主。如果你军事繁忙，我跟二哥帮你打理，不让你分心，不就得了吗？哎，不在其位。 不谋其职，尸位素餐的事儿，我在军中都做不来，难道还会用在两位亲弟弟身上？大哥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爹在多年前都不能逼成我，你们呢，就不要枉费心思了。这事儿，听大哥的。谁规定的？堂主之位传男不传女，我也是爹的孩子。 却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，你还真想当堂主啊？我才不愿意管那些破事儿。那你这干嘛呢？我这不是替二哥着急吗？我希望他当选。我明白你的心思。如果林海当选，凭他现在对我党的态度，一定会帮助我们打开连城的交通线。如果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。
那我们就从临海和临江当中选出一位新堂主。诸位，忠义堂毕竟是武馆，刀枪剑戟，拳脚腾挪，这才是咱们之根本。所以就凭这一点，我选择三少爷。武馆虽然是咱们的主业，可是要养活家里家外这么多人，不能光靠拳头吧？再者说，现在早已经不是大清了，不能老是打打杀杀的。侯堂主说的对，堂主有权指定咱们武馆任何一个人，还用堂主亲自出马吗？这世道，只要有钱，什么买不来。有了钱，忠义堂必定能够发扬光大。我支持二少爷。我也支持二少爷。我也支持。可若是三哥当选，咱们以后要借助忠义堂的力量，恐怕比以前要更难。是啊，但是田妹，今天的结果会让你失望的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二哥会输？不会。那既然不会输，就是赢啊！赢了我为什么要失望？因为林海一定会弃权。弃权？嗯。我弃权。林海，忠义堂无戏言。大哥，我没有戏言。从爹去世的那天起，我就已经想好了。二少爷，这可是关系到忠义堂将来的大事，不能儿戏啊！对对呀，我没有儿戏，只是我很累了，真的。这几天我想了很久。像咱爹这样风光的人物，连城少有，不也一样死得不明不白吗？所以呢，我只适合画画。江湖上的事情，我搞不懂，也不想搞懂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对得起这个位置，因为忠义堂的座位上站着爹的心。刚才选我的各位，我感谢大家的厚爱。选林江的，也谢谢大家对他的信任。我只希望各位可以好好帮助他，让他成为一个好的堂主，因为他是我爹的儿子，也是我弟弟。老三，哎，大哥，恭迎忠义堂新堂主上位。
恭贺新堂主，恭贺新堂主。组织上派下来的新任务，你怎么看？彭口布防图对于红军能否摆脱敌人的纠缠至关重要。我真没想到大哥的部队居然跟红军交火，但是我能感觉到林阳对我党是有感情的。这样吧，咱们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。行，我去找他。不行，你的身份隐藏得最好，一旦暴露在军中人多嘴杂，对你非常不利。那怎么办？谁去啊？林寒，蒋介石已经调集100万军队、200架飞机，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5次反革命围剿，其中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。这次彭口布防，就是他们想要围困拖垮中央红军的阴谋所在。之所以让你去，是想保护好甜妹的身份。我可以答应你们，但是你们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？不要插手，保护好自己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做。功升堂主了，恭喜我，韩县长，我应该恭喜你才对啊。哦，听说上次那批药你背着栾队长交到了沈城，缴获了共党的药品功劳，应该马上又升官了吧？那不得感谢三少爷的合作吗？哎，咱俩就是个交易，卖药赚钱，没有你做的那些勾当。快点
听说这两天天下也不太平，彭口的共党呢跟国军打得也热闹，老百姓哪有心思来赌权呢？但我今天丝毫没有看出来韩县长有受影响，还有功夫到这儿来跟我闲聊。这不是三少爷第一天上任吗？我过来捧捧场。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哎，韩县长，你看这个台上的拳师啊，武艺个个高强，但是他们离得太近，总是会有一个人一定会受伤。是是是。你看，撞着了吧？林海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家里出事了？没有，家里都挺好的。打仗了，我来看看你。哼，担心我了？放心吧，这么多年了，子弹见到我都会躲。哥，话不吉利，你少说。好，大哥不说了，如果没事你先回去吧。这是军事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久留。哥，要不我们去那边走走吧，有些话想和你聊一聊。走。哥，时间紧迫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就不绕弯子了。说吧，你真想和共产党打？你问这干嘛？我觉得你是共产党。不是。真不是？真不是。不是共产党这件事儿你少管，没事儿就回家吧，好好待着，或者画你的画。听好了，离政治远点。哥，我不是共产党，但是我可以帮你接上头。不要告诉我是谁。我穿党国一天的军服，就是党国一天的军人。我不知道，可以不管不问，可以装聋作哑。如果我知道了，我要为党国效忠。那那批药品你怎么没有替国军拦截啊？队长，药品的事儿已经查明了，就是林阳的张副官干的。林阳呢？有没有牵扯其中？目前没有直接证据，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觉得林阳就算没有直接参与，也有间接默许罪，不计也有个失察之罪。你现在是越来越长进了，都会替我做决定了。张副官呢？是共党吗？查过了，不是。可是队长，我不明白这共党到底哪里好，党国这么多人愿意帮他们。帮，就是让他们多苟延残喘几天罢了。队长的意思是蒋委员长的铁桶计划。闭嘴。关于党国对赤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，名字是你可以随便说的。我错了。队长，林阳所部的是咱们的根基，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怨气。什么林阳所部？这件事情分明就是张副官背着上司林阳私通共党，走私药品。
通知弟兄们，枪弹上膛，今晚准备行动。是。现在时间紧迫，刻不容缓。团座，团座，快下决定吧！再不兵变，要么咱们的人被扔到前线当炮灰，要么咱们和共产党就结下仇，两头都耽误。是啊。药品的事，栾君雅查到你头上了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团座，再不先下手为强，咱们都要完蛋。干吧！我们和共产党没有深交，上次药品的事也只是投石问路，可是却在连城被劫，也不知道共产党会不会和我们配合共同起事。药品的投石问路失败了，咱们还有一样表示诚意的礼物，布防图。可以和共产党接上头。我已经和大哥说过了，他一点都不感兴趣。要不我去试试？我都不行，你凭什么行啊？这从小到大，大哥是最疼我的。大哥疼你，那是因为你是他妹妹，不是因为你是共产党。我觉得，我们应该尽快想办法，怎么弄到布防图。林阳从驻地回来了。回来了。韩亮，等我扣押林阳，你立刻去找韩三命请求支援。今天晚上咱们去兵营抓人。是。田妹，我跟林还有话说，你先回屋。为什么呀？神神秘秘的，我又不是小孩。田妹，走吧。弟妹，你留下。我们的距离到底隔着什么？心中的故事，多想对你说，给你的爱是种承诺。你还是一样执着，家门的轮廓刻在同样角落，那些熟悉的快乐我都记得，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。